对，因为我屁股真的是太有肉了，就是我就算就是我那个时候最瘦的时候是36公斤，我告诉你，我36公斤，我屁股肉还是可以这样抓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屁股肉还是可以这样挤这样抓的，你就知道我屁股多有肉，就算再瘦，屁股还是有肉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。是会有声音的，是会有那种的那种声音，对，那种声音很响亮。你问隔壁的那个就知道，他都有开台的话，你去问他。